找到什么了？我看看。拯救大兵瑞恩的剧本吧。嗯，还是这种开本的。对。宝藏啊！哎，老板娘。哎。这些书都是你的自己收的吗？对，是以前收的。哦，你是喜欢电影啊，还是喜欢什么呀？这是。我以前有个朋友很喜欢电影。哦。这本书能送给我吗？卖给我。我们能收吗？这本书我们能收吗？我收一下行。没事没事，你拿去吧。那正好我得付钱的。对，付钱我是不要的啊。那就是看不起你了是吧？没问题，谢谢你，我收了，送我了啊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慢慢喝啊，我去拿。谢谢。怎么了？老板娘，我到时候给你换几本书吧。你拿什么跟人家换？老板娘，嗯，商量个事儿呗。说，我跟你换几本书，我拿几本新书给你换了。好，但都是电影的书。嗯，行吗？好的，行。哦，他这个是有菇子、蟹肉棒、鲜花、炒杂菜。刚看完电影，然后来到一个有电影氛围的小馆，不是很好吗？吃掉它。哦，嗯，很贵呀。你对吃饭是特别认真的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对吃饭是特别认真的。那当然，人生只不过是吃饭二字。赶紧想好送那本书。咱俩不能坐下聊会儿天吗？你就这么着急要送书？怎么我就……我哪知道你忽然间就想聊天了？以前咱俩的节奏都是这样，行，我坐这儿聊，你说就行，别那么，别用这种语气说，咱俩就不能别这么说。那就咱俩聊聊天。你行，你别光看书。那你说咱俩就不能这个语气词？那作为一个导演，对这个词汇是很敏感的。嘿嘿。怎么了？你听着不对似的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看看那个凯歌导演的《少年凯歌》。不是，咱俩就不能聊聊天吗？我听说好久了。咱俩就不能聊聊天吗？可以啊。那就聊呗，不聊他。好啊。其实我拿这个东西，你拿这也能聊天了，是吧？哎，看，那我再拿书也能聊啊。是这样的，其实我说这话也没有任何的意思啊，没有任何的恶意，就是我觉得啊，一个合适的沟通的节奏，聊天的节奏，讲话节奏是，你有来源，我有去语，不然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说，那我说的东西。
其实你吃饭可以慢一点，你是不是在剧组养成习惯了？你在家吃饭你也是一样的，稀里呼噜的，感觉恨不得五分钟解决吃饭，后面有人在赶你。你说这个节奏好。哎，你知道人家一口面包要嚼很多口然后才咽下去。嗯，好啊，继续啊。不是，大家以为自己电视坏了，说哎，怎么突然进行了慢放？二哥 ，Hello 啊，快来吧，来啦，来来来，哎，得嘞。那吃了两大碗粉，你还吃得下吗？嗯，你们怎么约会吃粉呢？为什么呀？粉色的约会吗？袁大师，袁大师，怎么样？你们二人世界怎么样？今天吵起来了，开始吵起来了吗？为什么呢？也不能这样吵起来，僵了。就是，我试图对生活做出一些改变，但是他没有感受到，他就觉得事发突然，且面对着摄影机，他很尴尬。吃的差不多了，哎，圆满结束，把两本书弄走，咱就早点回来了。我说我弄了本书，你就不能坐下来听我说会话吗？啊，你把前面的说完，是因为我正在跟他说话，结果他站起来了。我就觉得说，那我们俩坐下来聊会儿天儿，但我可能当时就是你就不能那几个字，可能在他听起来是有问题的，我自己当时不觉有他，金哥一直就是，我明儿早回来点，争取我们能赶上，我们要蹭一下这个蛋总的笑话。哎，那我就知道了，今天为什么他一直在赶节奏？我们俩今天日程安排是先去看电影，合了个影，说来老婆过来照照，走走走走走，推着我就要走。看完电影后吃饭吧，走吧走走吧，吃饭啊，然后上了菜，吃完了说收拾收拾走吧。哦，是这个原因。你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障碍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真是三生有幸吧，三生有幸。你换个位置，要不然给你们不要来来来，给你们设置这个障碍，也不用太谢谢我。杨老婆，开心了？开心了。好了啊，我是不是挡镜头了？瞬间我们都是多余了。哎，你不是喜欢那个李雪琴吗？快问问蛋总。前两天疯狂给我安利李雪琴。刚才我刚知道，那孩子是脱口秀大会第一次上台。哦，哎，这个 Q 王建国是怎么想起来？就其实是自然的。首先呢，就是雪琴本身就喜欢王建国。哦，真的呀？哦。但是咱谈不到说人家是爱情啊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很欣赏。反正我拿这砸一卦。哎，他就真喜欢，那就顺水推舟，那就能做出一些好玩的东西来。这样，他是真喜欢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戏。嗯。那演员看的就是这个。